让你们看雨穴。给丈母娘们打声招呼。给丈母娘们打声招呼。Hello。雨穴来了啊，各位。大家要想看我们吃播，我们应该是不吃播吧？好看吗？坐在这个，这个、哎呦，刚才老师，咱俩坐这儿拍个照。你晚了，你们开心吗？只关注点起来，没点关注赶紧点关注，点关注我就走近一点，不点关注我就隔远一点。好嘞，老师来照个相吧，我们一起。我们以这个草坪为背景，远方是雪山，这样特别好看。谁还没点关注，赶紧点。早上一路，你应该早点。早上一路太好看了。他们等你等了一天了。我刚看到了。我们俩坐你边上吧。我们是你的左右其实左膀右臂，对，左膀右臂是这个右臂，左右护法，这个右臂来的有点晚，一上午都不工作。这个右臂一会他们等你等了一天了，给他们说两句。我们昨天还去喝第二顿了，你知道吗？我听说了。我喝到我怎么回房间都走不出来。然后他们说这个东方铁鱼闹到一点才结束。啊，然后早上就开始爬山了，扛不住。对，早上我们已经走了7000多步了。那个先生，帮我们拍几个照片。行，老师，给我们照几张。开镜头，老师。后面，老师开镜头。好的，有雪山，有雪山啊，很棒的。OK， 要拍到黄色的花和雪。有的。我们两个一边站一个。OK。来吧。好了，好了，后面老师。我们要做两张。好的。来，最点。起来啊！好，起来啊！来，好，准备啊！雨辉是你的人气宝，雨辉一来你之后你就上了2万。3、2、1，好的，带一张，准备3、2、1，看镜头。OK， 好，大家点点阿赖老师，我们可以关注。没有点关注的点关注哈，下午雨辉会跟我们一起去徒步。这个沟啊，你一定要走一次。收了，10月的时候，10月的时候，刚才他们知道他们玩到什么地步？他们在森林里面放了一台钢琴。完了呢，你走进森林的时候，钢琴声响起，就那种太浪漫了。这不是阿来的浪漫，是他们景区的浪漫。阿来哪有这种浪漫？要不说是作家都写到书里。你给大家看看那个瀑布，对啊，真的是飞流直下3000尺，一直迎合多久？当然现在它水比较小啊。你要是在冬天的话，那个瀑布，然后它全部结成一个冰了，它冰像一块巨大的那种玉石一样悬挂在山崖。而且他们就去爬那个冰。能爬上去，能爬上去，太好了。他们那个有人来爬那个布达拉峰，是要挂在悬崖壁上睡觉的，连挂5天才能爬到。咱们老师在那两个，咱就别咱就别尝试这种项目。我怕今天走一阵，我让阿来上去，坚决不让他下来。我就害怕他今天有冲动。再冲动，下午你15公里的山路你是跑不掉了。咱可以骑马。我马的腿全部给你折断了，现在。他们下午要求我们进山直播，但山里没信号。对，给大家看一下景色吧。我们是为阿赖老师，阿赖老师拉点人气，让他以后讲座的时候不至于那么孤单，你知道吗？阿赖老师每两个礼拜给全体网友做一次那个文化直播，讲杜甫，讲苏东坡，讲这个。前面就是我们吃饭的地方。司马相如就是四川人。很多人对，现在大家很多给心爱的人抄那个什么赋，司马相如就是写赋第一人。你的丈母娘现在开始心疼你了，我就今天下午非把雨飞练肺不可。上午已经又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大头懒儿子，小头勤爸爸"。哎呀，我跟阿赖老师拉姆拉了3个小时了，我天！其实如果风和日丽啊，在院子里吃一个饭都好。我们在这今天正在正面上藏民家里，哎呀，就是阿赖老师专门我们安排了藏民的所有藏民餐具，感谢阿赖老师的照片。对，这有这么大一个，没信号啊，临时会啊。这边。他要我们想要我们吃播，我们给他们看一看藏民吃的什么饭菜，再放正式吃饭的时候，我们现在看真的这个。瀑布是就是银色的，因为它反光。对。然后这个丛林是翠绿，然后这个瀑布是银色的。雪山地，这个后面这座山峰要露出来的话，这个你会以为山就这么高，没想到在云上面，就在那个云上面啊。
撑一下就上去一千米。李老师，我要李老师，我要结婚了，我就在这儿，你给我当证婚人吧。没有问题，绝对。我们就在这儿吧。这个比为阿莱拉姆要好很多。我也当，我也给我开两个。阿莱老师，我当第二证婚人。你是你们俩同时并列为对并列。好，各位，我们已经到了赵明家里了啊！大家看一看赵明家里的摆设吧，你给他照一照吧。好，上面挂着这个牛油、羊油、羊腿、猪腿。对，啊，这个是腊肉，应该是啊。这是山上的，大家来看看赵明家里的那个厨房，看得见吗？可以看得见，就是冰川水，这里边是做饭的地方。留下绝对的冰川水，冰川水。好香啊！对，做饭是这样做饭的啊，看到没？香死人了！我给他们先拍了。余辉亲自烧台做饭。怎么样？没有点关注的赶紧点关注啊！下午我们要去更漂亮的景区徒步。余辉说他下次结婚。太多了，还有求婚。太多了。太多了，还有太多了。我看谁还没点关注。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下午我们一起徒步，一下子就想吃饭的感觉。我刚才都被他们饿晕了，锅气儿。再给你们看看锅气儿，太好了。请慢热水。哎呀，我好久没有闻到这个柴火烧饭的熏鼻烟的时候，给人包过这你回来试一下这个水，冰山水。再你再照一下那个赵明家里的那个房子，我让他们看一下。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赵明。麦麦哥呢？你别老摇晃，我看你特别喜欢摇晃镜头。对，后期两者。我明白今天我为什么晕了，是把镜头摇晕了。对，这个赵明的屋顶呢，一般都是用木头啊，原来用木头做的。那现在他用的是那个铝合板的，应该算是是吧？铝合板的瓦直接放上去，就非常非常简洁明了，空气也很畅通。木板对，木房。不过现在好的藏民民居呢，都两到三层楼了。它上面应该是一层楼养动物，二层楼到三层楼才是，对，就是住房。彩钢瓦对。彩钢瓦优点就是它防水性强，一定强，不能腐烂。它上面有一还有一层漆油漆的防水。木头时间长了容易。于老师，咱到上面去。是，好香啊！哎呀，你别开到墙上，外面就。对。在吧，这边。啊，你还有黄油？对，黄油。黄油做完了，做完了。这就是给大家看看中午吃饭的地方。等会儿我调一调镜头，弹幕。我现在可能会有点晃，我把镜头换成定机位，不然你们会晕车。上午你们吐槽了我一路了，我要生气了。下午看播不播就看你们点赞积不积极了。对，然后呢，于老师的正规词句是：这是水的，天无是水的，山无棱，天地合。对，余辉乃敢，余辉哪敢跟他的女朋友分？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咋说？在英语中翻译这个就应该翻译成虚拟语气啊，因为这个山永远不会无棱，天地也永远不会无棱。这就是说是《中文经》好，写给司马相。谢谢他。你们也吃哈。先吃个水果，吃个干果，小金虫就吃个小金虫，香啊！对，给于老师，你这边传送那个麦子，我早上已经喝过了，那个酥油茶，对，酥油茶，这些是补充能量的。哇，金轲就酥油茶，飞耕家乡田。
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后面都不会唱，马上要抖一抖哈，我要换机位了。这是一条神奇的天轮，把我们成全人间天堂。寻客酒宿又茶，慰问家乡甜。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幸福的歌声传我们到正式开始吃饭就会停播了。阿兰老师可以吗？可以了，可以了。这个山顶是常年积雪，常年积雪，常年积雪。但是原来是满山都白的，近几年就是近十年吧，气温变了。不过这个是人民本地的全程，原来的水线是4000米，现在是5000多米。大家如果看一些文章或者啥，他自己在写近些年的这个小冰期结束了，所以你看最近像西安呀、啊，就是西北那些地方，现在降水量非常大。从前几年开始，西安的有夏天的暴雨次数频繁变多了。你说摄像小哥，你今天一个上午的摄像。让我们的这个网友变成了两拨人，一拨人在骂你把他们给晃死，一拨人又在为你说话，说剩下小哥也不容易。你们他给他买一个东西，买一个就是在腰上阿兰老师临时请的小团队，他们原来没这么直播过，下次从咱公司带老师带我们，我们上小哥也趁机旅游一下，借着工作可以去。现在十月份来了，十月份又那一片金黄的，雪山又下起，对，因为现在雪现在，然后现在看那个雪山就非常漂亮，安老师，你再给大家唱首中文歌曲吧，一会儿我们就停播吃饭了。能不能大家看看我们藏民给我们做的饭香吗？我们有一个吃饭的时候要简单的控制。好啊。简单的祝酒歌，钱多呀，钱多，钱呀，是多呀。鼓掌。妈呀啦！弹幕怎么这么安静？快鼓掌！掌声不要停。我们要饮茶了，要饮酒。里头有个关键词，但是大家一直要。这个优雅姿态要算是马亚拉亚斯马亚斯马亚斯孔雀藏孔雀马亚就像孔雀在河边饮水一样，这样呢它很优雅。阿兰老师你知道吧，马亚斯孔雀多呀，劝孔就是把什么东西喝干净、我听成的是马吃啊吃啊，赶快吃啊！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后来汉人听不懂，说他们唱喜欢唱钱多呀钱多呀钱多呀，跟你所以也是非常朴实无华。对对对，钱多钱多。钱多钱多，何以解忧，唯有暴富。现在年轻人。声音有点也不太清楚，还可以了，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话筒。阿兰老师的直播还在原始状态，没有麦，没办法。对，今天也啥手的音，今天也不是来大家来听我们说话，今天是让大家看风景的嘛。可以要麦。你们等我一下，我把麦给他们带上。不用了吧？不用了，吃饭了，不要了。我们吃饭了，吃饭了。不是我不给你们听的啊。你把手机转稳，然后别抖，你把周围的景色再给大家转一圈，让大家录个视频。可以。来，我们他们今天发抖音的素材就有了。对，我们最后给大家唱一首那个《青藏高原》吧。
可以，那我走近点。苏东坡写这个千里共婵娟，我们就千里共庆生吧。明天高考，我们在这祝愿我们的这个高考小朋友们明天的分数像青藏高原一样高，直达天顶。千里共婵娟，掌声准备啊！句都是违禁词。也开始是这个歌词，这个歌词完了找歌词啊，我记不得了。是谁带来？是谁带来？这个你记得一会儿画面啊。远古的呼唤。是谁？哎，你们那个我们新东方的那个也落电那个落电素材，我们也可以回去。对。给于老师录点素材，那可以给你录。我们可以放唱歌了，我们可以放在自己的平台上，放在你的平台。大家做好青藏高原，青藏高原，来，明天我们祝愿我们的高考生，这个分数啊，像青藏高原，像青藏高原一样的，高高在上，高高在上，分数高到了连北大都不取不了，都取不起的地步，真的可听话了，800多分。总分700多，拿了800多。你们几个用，我们一起嘛。你求职书估计是你们几个给发的。一起嘛，那是几点取的吗？几点啊？三五。不，你们一唱，我们慢走，慢走。你们这是专业级的，是诚心让我们还好看，是不是？你要是记得，你要是记得。哎，不像话了。我们唱完了，你们再唱。好。对。你们唱完了，我们就没法唱了。你们站我们后面，是不是？要不然真的摄像头拍不到你。对，好了，老师来，我们来啊。你们带过来。对，你和声组，要和声的，要不到大后边去。和声组，对。尤其于老师高音的时候，你们和声就变大了。对对对，要不然吓人啊。对。还可以再往这边挪一挪。以我的声音为主啊。啊，可以了。行。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山，一座座山川，一座座山川相连。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阿老师，亚拉索，那就是青。带你们看雪山，看一下雪山吧。对，你给。你们要不就在这儿看雪山行不行？我们去吃饭了，你把镜头转一下，让大家录一个完整的视频，从这儿开始。可以。然后转到那边那个猎人峰结束。你们听到了吗？宇辉安排的啊。对。把录屏准备。我从这儿开始，他说让我从这儿开始。好，3、2、1，开始。来，那个摄影小哥，你进来把我们的饭菜照一照，我们就停播了。可以，可以。然后你们不是想？好奇他们吃什么吗？我带你进去看一看。
没有点关注的赶紧点关注，下午我们会去更风景更好的地方。看没？你拿着这个，我们照一下，介绍一下这些菜。我们今天呢，这个是在这个赵明家里吃饭，这是标准的赵明家的这个就给我们做的饭菜，当然已经好吃了，肯定是专门特意为我们做的。你看，这个、所以今天做我们吃藏菜啊，对，泡的四川泡菜，菜嗯，雪水泡菜，嗯，来看着啊，这个是四川的特色泡菜，雪水泡的，是当地产的黄油，叫酥油，这个就是用它加烧饼。嗯，黄油其实就是早餐的大家面包上涂的黄油，这个是这儿的这个猪肉，猪肉香猪肉，香猪肉，香猪肉，大家看到雨辉没事转过来一点，雨辉就在边上，这就是今天我说的，这个就是荠菜，荠菜，野荠菜啊，野荠菜，嗯，看到不？野生的荠菜，看到没有？我在这儿，我也要让大家看，于老师在这儿，等会还应该有黄牛肉是吧？